不能再禽兽不如了，这是重点啊，听到没有？一开始，好，我们又是继续这个环游中国自驾的一天，今天还是在日喀则。那今天加入一个新成员，就是我们后面的徐老师。徐老师刚坐了4000公里的飞机，赶了一天一夜才飞到了这里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决定先去吃个饭，然后再去扎什伦布寺，然后去走走，去拜拜。然后下午的话呢，可能往珠峰的方向走，慢慢走吧。那我们来到这个扎什伦布寺，这里这个茶坊非常的有特色，都是当地的藏族人在这里喝茶，很舒服，可以和藏族的人聊天，然后吃碗藏面。啊，下去点面了。这是酥油茶吗？对，酥油茶，还有酥油茶，有甜茶，还有面，我去买面了。在开微信付吗？帮我来一壶三磅的。OK， 喝一下甜茶，它甜茶不会高反。奶茶。对，这就是甜茶奶茶，这是阿萨姆奶茶。酥油茶对。还有6块钱包子。来，吃面了。哇，这好香的牛肉味道。你们住在旁边吗？就住在附近，就每天会过来转机。今天呢是假期放假的，放假，就那个端午节你们放假了？放三天。现在从这个日喀则出来，刚才去了日喀则的一个奶茶馆喝奶茶，然后同时又在那个扎什伦布寺逛了一圈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扎什伦布寺它是中午休息的，所以12点到这个3点的时间，它是休息的，所以不卖票，一定要等到3点才能进去。它有时间段，所以我们就很遗憾没有进去。所以现在继续往这个拉孜县，往这个珠峰的方向走。等一下看能走到哪里，有可能到拉孜，有可能到定日。那我觉得沿途风景都很美，就可以时时走走，时时停停。从这个日喀则到这个定日的途中，然后经过这个拉孜县，然后在这个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河谷，很宽阔，那边有油菜花，还有红色的这个山，都是光秃秃的山，然后蓝天白云，太美了，然后就到这下面观看。这旁边是一个小村庄，这边也是，哇，这个云非常的低矮啊，好像就用手可以摘到一样，像棉花糖。然后下面是溪流，是河水，很好看。耶、yeah, ，哇，很乖啊。哎，哼哼。这个是车尾会。车尾会。车尾会。Hello， 你好。嗨，再次的嘞。
那平时开会啊什么都在这里。就是。对，加薪的呗。可以。你们在忙什么？谢谢。拜拜，玩的开心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饼干你吃，饼干要不要？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拜拜，加西德勒。拜拜。